mechanical arts are too profound to convey in a few simple words. Oh, but why must the listener grow weary whenever I begin to divulge them? Skyward! Stray clouds converge!仙云能进行至多三次的特殊跳跃，不天梯，并且能根据具体情况在后两段中选择地面释放或是在空中释放。这个过程中还能化形为鹤进行特殊的下落攻击。不仅如此，仙云更能轻换先锋，召唤自己引以为傲的发明创造机关烛心，在持续恢复同伴生命值的同时，也能御风助推。 让同伴获得轻盈的跳跃能力，提升跳跃的高度，并在同伴完成下落攻击时造成风元素范围伤害，让整个队伍都如有先助。